军情处置。葵花人员就位。站住！我们这边，如果说你有疑问，可以到国政办事处，我们来进行一个解释。你的言行将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执法，你涉及到法治公务，将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处理。我们有执法记录仪，全程录音录像。你对我们的行为，如果有什么的，可以拿通过我们的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。站住！训练的这些要求、这些标准，进一步用于我们实战活动之中。我们的执法在进一步在达到要求。一人，稍息。刚才书记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指示，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实战训练带到一线。带到基层，用于我们平常的执法活动中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！赵青。